四月三日是吴京的生日，和他合作过两次的郭帆导演晒出了吴京的生日照，并祝福京哥生日快乐。同时，流浪地球官方微博也送出了祝福，吴京也回应表示谢谢大家的祝福。谢楠也在午间分享了甜蜜合影，为老公庆生送上爱心和飞吻。照片中的吴京依旧硬朗帅气，将谢楠搂在自己的怀里，十分霸气，对妻子爱意尽显。还有两张是与两个儿子的合影。不久，吴京就转发并送上亲吻。吴京和谢楠虽有着10岁的年龄差，但是谢楠一直都非常理解吴京，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吴京在事业上的所有决定。此前就在吴京拍《战狼一》困难的时候，直言我养你。喂，如果你唔做呢件事，可能你一生你都唔欢乐。你输咗，我养你，我养你。感情都是相互的，吴京也经常在微博上表达对谢楠的喜欢。前不久深夜转发了和谢楠的同框视频，后来吴京回应此事，他表示能和谢楠共度一生是很大的幸运，疼老婆是应该的，不在意别人怎么说。